南米岛位于瓦帝庄化棉果间当省南沙全岛嘅斯兰病，庄化棉果以涉爽令八约被法兰西佬占领，直至大东亚圣战，有罗伯头占领，潘九洗班法兰西佬，安南老扯，建设成侵略南洋嘅海军基地，点捻知啲中国人咁鸠七难鸠？中华民国34年。 罗伯头被迫签署投降书，勾翻晒成个南沙群岛俾中国人，由国民党派出海军舰队接收，囊中归广东省管辖，只系派军驻守喺最大嘅太平岛。北平共匪蚀据大陆之后，喺苏俄扶植之下，曾经喺中华民国41年初，将啲旧嘅苏联商船改装成星海。 星光新星呢啲炮艇装甲轮，由头共嘅国军将领邓兆祥领导，驻扎响南威岛做鱼雷炮舰基地。收美美国第七舰队司令英俄散，英格萨尔喺中华民国45年6月7号礼拜四响台北对美联社记者炸营，话唔捻信超北平共匪势力响南中国海。 冇几耐，北平共匪就自己收档，南威岛名义上归台北国民政府管藩，不过冇派国军驻守。果年8月，啲安南仔派兵上南威岛，插旗后松人。台北国民政府外交部啦，北平共匪两边都有出声嚟刁难七班趁火打劫嘅安南贼仔，不过得把声。 两边都冇再主军落南威岛，最嬲是沙包，乃地咁地翻，硬靓仔就杀线喺庄化棉果落涉三零，赖屎胡椒，大家哇地捻歪斗啦，其他斗照，怪剪佢，依家连你松嬲，马拉嬲都长埋依份。